这个蛋糕承载了我和他对父亲的想念。Je me manque。对法国人来说，不是我想你，而是我失去你，所以想念。哎，时光甜点你好，这位是储备店长，他叫周星星。星星啊，天宇是我一个朋友的晚辈，他人不坏，就是有点懒散，帮我盯着他。哎，你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玉成集团，你迟早要面对。从小到大，我妈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她有想过我真的想做什么？我是已经答应张叔了，以后你就归我管。切！我没穿衣服，我真的没穿。给。哎，这个是我朋友若雨。有些东西只有这里才有。为什么你朋友说你结婚了？我在外面欠了很多钱。行，我们分开吧。都是你，害得我已经那么痛苦。这是总公司每年都会举办的甜点大赛，我想你应该有兴趣。我的梦想是开一间甜点店，但是如果比赛得奖了，也不会辜负我爸对我的栽培。那你就把你对你爸的思念全部灌注到你的作品里面，这样做出来的蛋糕一定是独一无二。成功了！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。其实我觉得你很勇敢。没有人有资格可以评价你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一个说谎不老实，结过婚又离婚，还回顾别人小孩女人，就这么喜欢啊？你该不会就是为了这个男的把我小孩拿掉的吧？做错事的人又不是我，为什么要由我来解释？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。但我在乎。你真的觉得他不知道你的身份吗？任时光荏苒。你喜欢星星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在一起。因为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？有些人啊，你注定要错过。就算这个比赛只是一个小小的目标，但也是我第一次为一件事情这么努力。你就不能好好看看我？只有我才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是吗？这世界没有谁失去谁就会活不下去的。美好的事物都需要耐心等待。因为遇见你，我想要变得更好，想要你因为我可以变得更加耀眼。